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不丹慈悲之旅。不丹梵语为西藏的边陲，别称神龙之国，更有云中国度美誉。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，是个内陆国。因为佛教，让喜马拉雅山的南北两端紧紧系连着西藏与不丹。在此，如果天气允许，能够在飞机上远眺喜马拉雅山脉的壮丽景色。帕罗国际机场位于平均海拔2235公尺的深谷中，四周环绕高达5500公尺的山峰，绿油油的帕罗山谷尽收眼底。飞机着陆时，在朗朗晴空下，一下飞机，迎面而来凉爽清新的新鲜空气，是不丹的第一份礼物。不丹全境均属高耸的山地，许多知名寺庙位于高山峻岭之间。为了发扬莲师密法的慈悲传承，行程首先造访的是莲师与25弟子修行的圣地，过去也曾有10万空行母在此举行会供。沿路直上，
一路山石嶙峋，尽管辛苦，但上师仍然慈悲地引领四众弟子，在此留下虔诚听众的朝圣足迹。我有生口意嘛，这里是生意是在菩提山里、生的塔一样，对，就还是说这些石头的。阿弥陀佛，我们现在在不丹的一个山顶，他们说这个地方代表一个莲师加持的圣地，除了代表莲花生大士，25弟子都来这边修行过，而且每一个石头上面都有一些咒语或佛像或经文的显现啊。他们当地人说，就算绕完108圈，连杀死父母的无间业都可以消除，所以它是一个圣地啊。在上面还有一个叫狮驼林，代表说如果人往生了到后面有个地方烧掉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堕落三恶道、如果就算你犯五无间罪，不要在这个莲师坛城绕108圈，所有的无间业障都可以消除，所以不丹人把这个地方当作佛陀的身的显现，身体意的显现就是我们菩提盖啊，所以大家将来可以到圣地来，也跟各位见机解脱。每一个石头上面如果会观的都有咒语，都有经文就对了，甚至有佛像，所以等一下你们看看啊，看到了跟我说一下。这个是莲师的头，这是莲师的头。慈悲的海涛大和尚不畏山岭高危，带领众弟子们，师弟如沐圣地的加持。这边是莲花生大士的圣地，每一个都是莲花生大士的显现坛城，25弟子见机解脱。所以我去不丹，我都觉得不丹的老人还是真幸福哦，真幸福哦。大家这边可以顶顶刷，那是莲花生大士的加持地，然后有25弟子的视线，就怎样讲，足侪老人都住在遐，啊，因住在久也歹转来，因囝无多，大家钱捡个起一间啊差厝给伊住，安尼啦。啊，伊就逐工住咧，咧说说，伊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死在遐啦。因为那个所在有一个寿记，像老话都死的家，尸体也辉煌，一定到莲花生大士的净土，大家嘛要等那样死啊！所以真侪老人啊，因规工都伫遐生活，爱搭无水也无电，啊！但是你写同样，你写就老去，那个所在安尼写一年，写就久了，跟咱咧爬山运动同款，老几个爬起来，老几个爬安尼，啊！一工老话都写三四年，伊就讲我妈你变变风啊，足赞啊！啊！然后他们就觉得这才是他的生命。伊无必要规工咧为囝为孙啊，哦，同好恁拢去出家，那我来念佛，安尼啦，我来嗡嘛呢叭咪吽，啊，我来做义工。那我想各位，这个叫看得开，幸福，他的生命没有走错边。啊，无各位阿公阿妈规工烦恼孙孙孙孙孙孙，你别烦恼，啊，无爱去烦恼阿弥陀佛的烦恼孙。
是闭关的洞。
或者消炎啊，希望顺顺利利。好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